情离开了比赛，但是他们没有离开舞台，他们将做一场返场表演，为我们的即将进入决赛的朋友们，是不是打打气？这三个人就是颜颜月、王冕，有请。我是一个三胞胎。三个人表演有一个很大的优点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少说一点词儿。三句半啊，我天哪。为了跟王冕合作，我们特意去学习了音乐，没学会唱歌，但学会了如何表演音乐。其实我们想和王冕合作呀，是因为我们觉得女生在生活中有很多话不好直说，有很多想法不方便说，所以我们就打算让王冕把这些话说出来。就比如说呀，我特别讨厌在夏天穿短裙，因为穿短裙太热。但有男生会说，你们穿短裙还说热，真矫情，我们还要穿裤子呢。其实我穿短裙比你穿裤子热多了，但我没法跟你解释，我没法跟你开口，我真想对你说，老娘比你多了一条，多了一条，打你裤，打你裤。这感情就像你夏天穿着短裤，里面还有条短裤，里面还有条短裤。我走的每一步都会像玛丽莲梦露。收。还有另外一种场合，我们也会感到很有压力，那就是饭局，尤其是那些男性浓度过高的饭局，因为那些男性啊都太会表达了，而我们只有在表达以下观点的时候才会受他们欢迎。嗯，是。对，哇哦，嗯，是，对，真的吗？是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是啊，好有道理啊。还有些时候啊，有些人一句话就能让我们不舒服，比如当有些男生提醒我们，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不刮腿毛啊，当时我心里就想说，我的腿毛扎到你了吗？去上班，有同事跟我们开玩笑，你上班还打扮得这么好看，是为了给我看吗？当时我心里就想说，那你穿得这么丑是为了恶心我吗？但如果我们不打扮去上班，老板又会说我们，你上班怎么不打扮呢？这样会让我觉得呀，在你心里你并不尊敬我这个老板。当时我心里就想说，他怎么说出了我的心里话。最后这种情况啊，跟前面几种都不太一样，如果你也经历过，就绝对不可能忘掉。那还是在大学的时候，
那一天我快要走到寝室楼下，突然跳出来一个男生蒙住我的眼睛，把我拉到暗处。当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横幅。那个男生抱着吉他单膝跪地。我爱你们有多深，周围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路上的人，宿舍楼上的人都开始喊答应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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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一刻我完全说不出话，但是我的心，救命啊，好尴尬，月黑风高道德绑架啊。你准备了这么多蜡烛啊？快闭上你的嘴巴，不要再唱歌了。你以为男生会弹吉他特别的帅吗？其实我们今天之所以想呈现这段表演，就是因为我们感觉不只是女生，很多人包括我生活中都有很多时刻你不敢表达，因为好像比起自己，我们会更在乎别人的感受，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解读，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，在乎别人有没有给我们投票。但我们今天就不怕了，因为我们想被投票也没有资格了。谢谢大家。哦，难怪他们退赛哈，还值哈，爽了吗？开心，过瘾哈。嗯，遗憾吗？没有办法取得名次了。你说我吗？没有啊，就是玩嘛。可惜的不是王冕，是颜渊月，人家本来能够争取这个决赛。我们要感谢人家，人家不退赛，我们都进不来。那完全可以王冕退赛，然后颜悦就你帮他们配音乐，然后人家继续参加嘛。那不我不还得上来吗？对，还是会不公平。不用不用，你就坐在那上面弹呀，你不是上面可以啊？他是个 VCR， 可不敢坐在上面坐着了。这段还是很好笑的，可以。这个如果投票的话，票数不会低的。我真的，哎呦。而且这个形式也很好啊，不是，所以说很奇怪，就是在于，因为我觉得王冕还有颜悦，什么形式只要好笑，真的很开心，那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吗？对，就是因为去年那个王冕得冠军的时候，李诞还在说，居然有人没投票，是不喜欢快乐吗？然后我觉得，对不对？什么是脱口秀一点都不重要，因为您最终看什么东西都是为了俩字高兴而已啊。嗯。然后他们给咱们带来的就是俩字高兴啊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心目中完美的一切。好，谢谢谢谢。那么，这个全新的组合，大老师加入一下吗？四胞胎？行吗？可以吗？我是一直希望跟王冕能够那个合作，那个开个什么秀的啊？对，想玩一下。得，刚刚说的还有什么没说的？还想说的？还想说的就你们几个要废了，我看。就剩一个了是吧？对，别让他们着急了，赶紧公布吧。嗯，行。那颜悦还是把你们的话剧再预告一下。话剧啊，话剧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舞台剧和脱口秀结合的话剧，然后会在乌镇戏剧节上演。哇哦！兰心大剧院也欢迎你们。我们那个演好了就去徐老师那儿演，兰心大剧院演。兰心大剧院也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来。到时候这些人可能都会在里面客串，是不是？为了混进乌镇。好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感谢三位，再见，拜拜。来，再见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加油，拜拜。又创作了一个新的形式，我真的好开心能演出来。对。
太爽了。我觉得王冕当时他们那演出来了就是本场冠军第一，他为和乐大姐双 MVP， 真的一头一尾，显得我们在中间朴实无华去的。他们确实这么组合有点太奇怪了，他们退赛也是，真是替我们考虑，要不然真的没得打，没有人能比他们更好。我们就先下班了啊，对，下班了就不紧张了，我们去度假了。好，加油，朋友们，加油。